回美国，到明年年底之前，把博士学位考下来。我要在夏天去参加你的博士毕业典礼。今天就在家吃吧，你欠我的那顿海鲜大餐，总归会让你补上的。爸。晚安。吃吧。我听说你最近跟楚俊走得挺近的。是啊，我们两个不是从小就认识吗？而且我从美国回来也没什么朋友。楚俊这孩子，勤奋有余，天资不足。在学术上，也帮不了你什么。瞧您说的，朋友而已嘛，干嘛这么功利啊？哎，爸，我问您件事儿啊，楚军到底是靠什么进的仁和呀？楚俊这孩子挺懂事儿的，小时候你妈妈也照顾过他，他来仁和进修，我确实是说过话的，但是。以后他留下留不下，就要看他自己的了。我是不会再说话了。你怎么中午就回来了？昨天光给你吃剩的了，我请了半天假，给你做点新鲜的。躺久了胃难受，我也吃不下了。我就知道你得凑合，先喝点火锅米稀养养胃，我给你做点新鲜的。行，你是房东，你说了算。您身体好点了吗？好一些，但还是不太舒服。哦，感冒3-2天也是好不了。那您吃药了吗？吃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。是这样，这件事儿本来也不该问您的，但我实在是拿不定主意。我觉得您或许可以给我一些建议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清楚点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给我介绍了一家漫画公司，他们看中了我的作品，但是时间上，他们对我要求很苛刻。我现在在犹豫，我要是去了，可能。钟主任，晨曦啊，现在有5个溺水儿童正在送往急诊，2名危重，你抓紧回来吧。好，马上回来。你自己做饭，我先走了。楚俊，回头再说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急诊有危重病人，我得赶紧回去。我开车送你。5个孩子溺水，其中1名呼吸停止，经人工呼吸1分半恢复呼吸，1名意识不清，呈缺氧症，清理呼吸道后持续给氧，送1号抢救室，快。另外1名意识清楚，体温降低，轻伤后保暖处理了。知道了，快。怎么样，孩子们送到了吗？刚刚送到，2个重症在1号抢救室，3个重症轻，安排在2号抢救室。您到哪儿了？我们在路上了，马上到。快，2个重症监护室。好。这事情你过去一趟。好，交给你了。
陆大夫，查血气分析，血电解质，做好气管、插管、机械通气准备。好，拿紧托来。好。 陆大夫，黄大夫，请您做个病室引流。什么？黄大夫，请您做个病室引流。没空，叫胸外下来个人。哦，好。庄老师，庄老师，您刚才不是在家病休吗？哦，是陆大夫接到急诊通知，我开车送他过来，顺便到科里来看看。哦。 您是来送陆老师的呀？你刚才电话里没说完的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再说吧。刚才急诊叫会诊，收进来一个气胸，要做臂式引流。今天胸外是我的班。臂式引流你现在做的很好了。嗯，上两周您带我做了四次，我好像一下找到感觉了。今天您能再带我做一次吗？你现在完全可以独立操作，不用我带了。 如果有什么复杂情况，随时请示上级大夫。陆老师，你来干嘛？有会诊吗？刚才急诊打电话上来叫会诊。 说有一个外伤气胸，我就下来了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腾出时间来了，我来吧。陆老师，有事吗？这个患者我理解的是，急诊经第一步检查分诊判断为是胸外病人，所以才打电话上去叫会诊的。是啊，再严重就转到你们胸外去了。 我现在有时间，我先把臂式引流做了，病人也好早一点缓解痛苦。你们胸外现在不是没有人能下来吗？等一下，陆老师。又怎么了？现在胸外有人能下来了，我就是今天胸外科的值班大夫。我刚才接到会诊电话，来急诊看病人的。我的上级让我来独立看病人，是相信我有能力来处理这个情况，来完成这个操作。 陆老师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跟庄老师确认一下，我现在确实可以独立做臂式引流了。请您给我这个机会。好吧，你来做。 可能有点疼，很快就好。哦，不要紧张，深呼吸。 夏天，您可以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
已经做完了。如果这个引流管里引流出了有血，要叫大夫。如果这个连接口松了，也要叫大夫。哦，好，记住了。嗯。怎么样？现在舒服点了吗？舒服多了，谢谢你啊，姑娘。不客气，你还得在这观察一会儿，我跟急诊大夫商量一下，再把你转到胸外去做深入检查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楚军现在的闭式引流十分的规范，完全有能力独立操作。他最近进步很大，以前是我代教无方，一直有偏见，还是你教的好。杨壮壮，抱歉啊，漫画公司的事情我不考虑了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当一个医生。我不愿意别人说到楚俊的时候，把我当成一个逃跑的废物。少聪，你可真够朋友啊！我一来把活全交给我，自己躲这儿写报告。切，真是朋友你。天地良心啊！这刚送走一个病人，才写两分钟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革命工作不分贵贱，我这也算是为科研做点贡献。哼，你就吹吧，真能吹！我看你不应该待在急诊，应该去院办。嘿，真让你说着了，老李一直想收我。他说我很有灵气。哼哼。怎么了，姑奶奶？这谁又惹你不痛快了？没人惹我。今天有点挫败感。你们家那口子呢？下班陪我去吃点甜点，换换心情。又吃甜点？我想吃面。随你便。傅老师，有人来看你。嗯。你小点声行吗？啊，好吃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呀？瞧把你给在意的，怎么区区一个闭式引流，陈少聪大学没毕业就会了呢？对吧？哦，那都不叫事儿。我毕业的时候都能大开胸了，就是没人敢让我开。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志气啊你！我跟谁吹牛也不能跟他吹啊，我什么样他最清楚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别秀了。哎，你们说以前对楚俊是不是挺过分的？你们早都看不下去了吧？只是不敢当面跟我说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会看不惯你啊？我要是当了胡市长，有这么笨的下属，我估计我也得骂他。但是今天这事儿让我觉得，是我自己有问题。
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呢，就代表很多医生说一句话啊。陆晨曦，你平时对不太能干的同事确实有点苛刻，尤其对楚军。那我在急诊都听说了，他一进来你就认定他是杨帆的关系，加上他平时水平又不够，你逮着错就不饶人家。哎，你别赖啊，这事全仁和都知道。你别说太狠了，他现在需要的是安慰和鼓励。安慰和鼓励也得爱护同事啊，这又不冲突。爱护同事是吧？我弟说楚军当时一进胸外，整个仁和的光棍都沸腾了，你当时心里也扑腾来着吧？啊，哎，你别给我来逐心论啊，你说跑偏了，让我把话说完。陆晨曦，你平时啊确实太凶悍了，对于我们这样资质平庸的同事和你在一起，那不是压抑，那是相当压抑。做个操作诊断的时候我都得看你脸色，你一掉脸色我就得回忆好半天，哎呀，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，哪儿又不对了。我们都觉得你应该回医科大学当教务主任去。我说你差不多行了，你干嘛呀你？别，我今天敞开心扉接受意见，知无不言，言者无罪。陆晨曦，这点陈少通倒没说错，你不能老是这么强悍，喜怒哀乐都放在脸上。我们知道你对事不对人，睡觉就忘了，可那些不熟悉你的人呢，他们怎么想怎么说，我们是真的管不住。哎呀，所以也不能怪楚军进步慢，我以前对他有偏见，教学态度有问题，他怎么能学好呢？这事儿啊也怪我，是我平时放松了对你的鞭策，你才会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不是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鞭策陆晨曦那是人庄大夫的活儿。别看人庄大夫才来没两个月啊，把咱们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陆晨曦啊给改变的都会自我检讨了。你明明是夸他呢，我怎么听着那么舒服呀？嗯，差不多了啊，叔叔阿姨交代给我的任务即将完成。说好了，到时候事成之后分一半的。分。我妈许你什么好处了？你别说。你别说。没事，没啥。阿姨说了，只要你俩能好，就让我滚远点啊。我说我交了钱呢，她说她会立刻让你退我房租的，然后再给我加2000。哎，真让高大爷说对了。全天下所有父母的开明都是假的。这位先生，我们这里不能吃味道重的外来食品，已经有客人投诉过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还是请您出去吃吧。算你俩还吃吗？不吃我拿走了。哦，谁啊？这位先生，我们不拼桌，谢谢。真是，谁让你们家不卖面子？我知道，小斌来过了。你知道他的身份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他我当年看到的事实，或者告诉你庄树的身份，如何选择，代表着我对那件事情的态度。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决定，老夫。你觉得我的选择不对吗？这件事已经过去30多年，你如何选择能改变这个事实吗？可这30多年里，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当年的事实已经认定了，当事人走的走，死的死，现在你来提这件事，还问我愧疚不愧疚，这有什么意义？好，就算你没有愧疚，可我有。当着庄树，你可以说调查组调查的结论是什么，可是现在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敢说当年你们什么都没有做过吗？我知道
庄叔忽然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提起往事，让你承认你没有这个勇气。你想保护的人是谁，我们都知道。修敏琪是你的老师，是上一任院长，你又刚刚经历了那桩丑闻，你没法站出来，我能理解。可是现在30年过去了呀，我们都老了，行将就木了，你真的打算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吗？老夫天上的张姐看着我们呢。愧疚又怎么样？这件事不可能再查清楚了，因为你们找不到任何证据。还要什么证据？你们两个人就是证据，你们还活着呢。我已经退出学界，退出医界了，你们还要把我怎么样？我已经千疮百孔，没什么荣誉可言了。但是修老呢？他退休好多年了，现在是医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，难道你忍心让他站出来承认当年那些事儿吗？难道你要毁掉仁和几十年的荣誉吗？当初你们做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想没想过医者的尊严、仁和的荣誉？你们用一个家庭的悲剧为代价，维护了一个虚伪的荣誉。老夫给仁和抹上污点的人是你们。告诉我，你的避世引流操作很完美，进步很大，祝贺你！谢谢庄老师。之前跟你商量的事情，我已经有决定了。你真的决定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呢？我没有轻易放弃，我考虑过了，我只想好好的当个医生，至少是现在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在这儿只能被当成个漂亮的小废物，换一个地方，你就是天才啊。我觉得一个废物经过蜕变，最终成为大家都认可的人才，这个过程才是我更想要的，这才称得上是一次精彩的人生。你这样决定是因为他吧？好吧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嗯。你要是喜欢他呢，你就去告诉他，正常的去表达，不要总在这里写写画画的憋在心里。而且你要搞清楚啊，你对他的这个喜欢，到底是真正的爱，还是敬仰和感激？你明白吗？做早饭了。嗯，材料有限，只能这样。你再没胃口也吃口垫垫，我吃药。我发现在这个家里啊，做病人比做大夫好。我收拾收拾就先走了。吃完早饭再走吧，上班也不用这么早。今天是傅老师给我争取的手术日，每周会休来一天，
开展小切口开胸手术，我冲个米西带着就行。那也来得及。你是不是好久没做手术了，有点紧张？好久没回胸外了，也不知道杨帆给我配的什么样的手术组。手术室那边，我想今天上午就过去看看。好，我今天烧的有点厉害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如果手术室那边没安排好的话，你给我打电话。不用，之前的事情你和傅老师已经帮我做到这个份上了，接下来的事儿再复杂再麻烦也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这些天我想明白了，这份工作不只是手术治病，还有一些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事情也要自己处理好。我身边不能永远站着一个救世主。看来楚军的一个鼻屎引流作用还是挺大的。事实胜于雄辩，就算我只会手术其他的都不擅长，也可以慢慢改嘛。你快吃吧，粥要凉了。嗯，周老师。哎，周老师，你今天下午两台手术没排吗？我看看。这胸外昨天送来的手术安排，没你这两台啊？今天是周五，我没记错啊。你看这儿能插一下吗？对吧？陆大夫，杨院长上周在手术室管理会议上强调，不要超额安排手术。手术室消毒器械无菌是重中之重，这如果要出了漏子，不是能用超负荷就能解释的。我有点难办。我这个是前天在急诊收的呀，我已经按规定申请了。可是陆大夫，人家确实没报啊。没事，周老师，可能因为我是急诊的人，胸外报的时候把我给忘了吧。我再去问问能不能调。行，好的。三床昨晚11点房颤，11:30给了0.1的安点通，15分钟后恢复。可是今天上午又出现了一次房颤，10分钟后恢复的。好，继续给0.1的安点通，1日4次，给抗凝药。好，杨主任，能耽误您几分钟吗？可以，你们先查吧。好。哎，老张，啊，又出事儿了。我今天有两台手术，想插在您前面做。陆晨曦是在笑吗？我给您当两台的助手，你看行吗？比较唐突，但是我们两个病人真的等不了了。出事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你去通知手术室。知道了，谢谢主任。那几个小时以后手术室见。好。主任，准备好了。嗯，这个病人可真幸运啊，陆大夫亲自做术前准备。是啊，杨主任亲自主刀，陆大夫医助，这可是多年没有的盛况啊。我在食管癌和胸腔镜手术方面钻研的多，但是胸外科手术面很广，种类繁多，我年轻经验又少，尤其是科研做的少，能跟杨主任同台机会难得。那倒是，陆大夫的胸腔镜手术本来就是试教项目，我跟他也很少同台，让组里的实习生还有进修大夫，没有手术门诊的都过来观摩吧，机会难得。开摄像，做录像教学记录。好。陆大夫，
我们开始吧。刀。老庄啊，老庄，老庄，没睡啊？这才几点啊？没到下班时间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送饭呗。你中午怎么吃的？没吃。就知道你没吃。陆晨曦特地嘱咐我来给你送晚饭，来吧。千素楼的鱼粥，高汤芥子，都是他亲自给你点的，趁热吃了。来。上顿粥，下顿粥，是不是感冒了就只能喝粥啊？呵，你这还撒上娇了。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去吃涮羊肉、小龙虾啊！快吃。今天月饼没什么事儿吧？你还别说，真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今天手术室没给陆晨曦安排手术，他跟周老师没掰扯明白，直接就去胸外找杨帆了。吵起来了。据说啊，是胸外早查房的时候，他当着全科的护士和大夫，一把就把杨帆拉一边去了。他动手了。哎呀，他义正言辞地告诉杨帆，他说今天是他的手术日，他要试掉胸腔镜手术。他跟杨帆要求，他来给杨帆当医助，杨主任亲自监督指导，他来开胸，他还能跟杨主任学习这个胸腺瘤瓣重症肌无力的治疗手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当时全科的医生就是你刚才那表情。你不是说出事儿了吗？这还不叫出事儿啊？陆晨曦给杨帆当医助，那是人和的大事儿。现在是各个群里的热议话题。那杨帆怎么说？他答应了呗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，说委屈陆晨曦了，把自己的手术就往后推了推，给陆晨曦多腾出两台的时间。嗯，这丫头真是懂事了。嗯，我也没想到。哎，不过我算是看明白了啊。这停职的一个月对他来说是件好事。老庄，要我说啊，你再多病几天吧啊，让他在胸外多做几台手术。行，听你的，我继续病下去。你这还说来就来了，你这，哎呀，真像。哎呦，这怎么咳得这么严重啊？前两天好的都差不多了，这两天又严重了。我摸摸，我去，这么烫，不会真的是肺炎吧？哎呀，断断续续好几天了，真有可能是肺炎。不行不行，你这么烧下去，肺肯定受不了。哎，今儿呼吸科应志男在，那大美女老好看了。别吃了，走走走，赶紧换衣服去。走走走，你让我喝口粥。你喝什么粥啊？哎，我给你带啊。哎呀，快走吧。最近咳得很厉害吧？是啊，咳了两天了，一直没停，好像还严重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严重。这所以吧，这你得……输液。那你得输液。啊啊啊！行吧，好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。我听您的，啊，好，今天输完克林霉素之后呢，再口服抗生素10天，啊，好。处置室，处置室，对，哎，正好边上的空着一个处置室，而且很安静，去那里输液吧，啊。
行，没问题。陆大夫啊，在这儿。哎，今天这事儿真不好意思啊。刚才胸外科给我打电话了，确实是他们排班的忘了。杨主任也批评过了。没事，周老师，他们可能还不习惯我们手术室，下次就好了。您辛苦啊。您辛苦，我先走了。来，哎。满小鱼关不好过吧？你可出来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庄大夫病了。废话，他都病好几天了。严重了，刚才我带他去呼吸科，应主任给看的，说是急性肺炎，二话没说就给摁处置室让他输液。输液了？那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再交代你几句。这个肺炎有什么可交代的？我不是说病，我是说打吊瓶这事儿。可是我欠了应志南一顿饭，给你制造出来的机会，你懂吗？懂点儿，你接着说。生病的人是最虚弱的时候，也最需要人的安慰。但是庄叔不一样，他爱装。哎，所以你这次去看他，你要是不主动点儿，阿姨什么时候抱孙子呀？那我也不能在处置室，我就那什么。你谁让你在处置室就那什么呀？可是你总得启动啊。这事儿你这么上心，你就为了那2000块钱吗？你是啊，我到底为了什么？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有事呢。哎，庄大夫，呼吸重症那边的病人又叫我，那家病人只要晚一分钟就要投诉的。你看我能不能先到那边看看，再回来给你扎静脉点滴。我这病也不是什么急症，你先去忙别的病人，我没问题。谢谢张大夫。你换上，换上，换上！不换不换，神经病啊！告诉你，以后别随便进我屋子乱动我东西啊！这不情况特殊吗？你把这个换上，露出你的事业线，再拿出你平时工作时的霸气啊！进门二话不说，直接扑倒，这事就这么成了？你听我的！扑什么扑？他打着吊瓶呢，你也不怕扎着了？扎着了我给你治，爱情就不能那么理性啊！你还指望每天有人给你测多巴胺浓度啊？哎呦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快接！喂，你好。哦，你好。你还没下班吧？没有啊。陆大夫啊，你手术做得那么好，扎个静脉点滴应该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是你明喜欢，送你了。哎呀，我这他又不是我喜欢的李婷，我求你换点。哎呀，扎疼了？嗯。早知道等护士来打了。我不是好久不扎了吗？要不我给你拔出来，让护士给你打。别别，是我好久没打针了，不适应。都怪我，早点拉你来医院，就不会转成肺炎了。还是陈少聪敏锐，非拉我来，应该谢谢他。嗯，我也是。嗯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听说你给杨主任做一注了。
我的手术申请单胸外忘了送了，我就去找杨主任说了说，我那病人等不了了，大家就互相帮助呗。打点滴的时候手背会发凉，我帮你捂一下。